再去翻翻呢。感谢魏墨啊。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当然过去了，还有牛排呢。牛排。牛排。换了个地儿，老铁，在东迪。不好意思啦。神经。神经。不好意思啦。在东迪，在东迪。神经神经。Disney Sea。在吃午饭。Disney Sea。不好意思，我、哦、这是啥呀？怪兽米虫之老师。哎，感谢我遥望春山。Oh my god！遥望春山，感谢米虫之老师。阿里嘎多，格莱西马斯。不好意思啊，现在我的日语已经炉火纯青了。啊，我日语是炉火纯青了。感谢锦子姑姑，感谢锦子姑姑。人很少，人真的很少，人超级少，人超少。很好。哎，怎么有一朵花呀？有一个郁金香，我不知道啊。人真的超级少，超级超级少，基本上没人。要我这边坐一点。不能说基本上没人吧，还是有人的，但是人真的很少，完全不像迪士尼该有的。对，人真超级超级少。大鸡腿给你们吃吧。我怎么感觉这个牛排一般了？我这个其实一般。是啊，那推什么推？没吃过好东西吗？说很好吃，说很好吃，海洋。一般啊。一般般的。嗯，说的天花乱坠，我以为多好吃。嗯，对吧？Good afternoon，东迪啊。还没开始玩呢，刚来。刚来，好绕。你以为东京有很多玩的吗？有个东京迪士尼给你选，不错了。没什么好玩的。Tokyo。有吃拉面吗？这两天还没吃到拉面。他们那个伊兰拉面没事排好多队，赶上我们追问的秘密。这次去北海道。感谢我们大林老师。这是什么？大林老师准备坐飞机来找我们了。阿里嘎多，格莱西马斯，大林。好酸。酸，嗯，好酸，一点是酸的，有两个味道了。生日蜜月快乐，你要上课了？怎么中午十二点上课？现在不是才十二点十分吗？我们准备等一下过个吃饭，然后。
他那个花车马上要开始了，2点钟开始花车，带大家看个花车，我们再下。看一下日本的花车和叫什么，和上海的有什么不一样。要午睡了，好吧，快睡吧。感谢我们多伦云老师啊。有的人刚下课，有的人刚准备上课。啊，你们是在美国吗？请问？团团还没去。正好今天中午可以休息是吗，老师？真忙呀。团团在大阪，我们最近在东京。谁在大阪？环球。环球在大阪。嗯，或者这样换我眉毛颜色好浅哦。哦。苦苦的，好难吃。然后你东迪和上迪一样不好吃，上迪还挺好吃的。哪好吃？上迪也不好吃。上迪烤鸡比较好吃。是吧？嗯。烤鸡腿。烤鸡腿。好吃。我吃一口。刚醒？怎么会刚醒呢？不允许啊！我们老早就醒了，还在酒店吃的早饭。确实一般。是吗？感谢我们丹老师的小花。酸酸的。我每天起得很早，这天每天8点钟起来了。9点钟，8、9点钟起来了，不好吃。这顿花多少钱来着？7000日元。700。300。350。而这一顿要7000日元，350块钱。350块钱。不懂。其实和上迪的这两个差不多。对啊，优雅起来了。还行。比较优雅。感谢两个主播。这又是什么东西呢？不知道这是什么。你怎么不跟我一起优雅一下？不知道什么东西，奶油麻菇汤吧。大家看我的衣服。再用你的勺子。不想拿，好远。干嘛？这里塞那么东西。好浪费我的衣服。感谢青青啊，感谢青青。这又是什么呢？请问？不知道，感谢你指教啊、哦！感谢我们小天使老师，感谢小天使，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小天使。老师，你起好早，这还早啊，都是1点钟哦，12点钟，国内12点钟。难打呼噜，感觉好难吃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香菜碎吗？多绕，这粉丝换的好恶心。它土豆泥，我老天爷子！啊，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土豆泥藏在底下呢。啊，这上面应该是蒸的那种西兰花碎和紫甘蓝吧？你尝一下。粉浆吗？啊，粉浆啊。土豆底下的土豆泥还行。我试一下。那下一局，下一局。底下土豆泥还行。上面不知道什么东西，
喝了，谁又喝杯？看别人这个车。耶。哎，这面包够干巴了啊！感谢牙阵阵，吃干巴面包享干巴人生。什么？吃干巴面包享干巴人生。服了，给你看我点的小蛋糕。感谢搭子，感谢搭子。哎，好苦啊，这个。哪个牌啊？感谢大大，阿里嘎多古莱西马斯，感谢男主老师，阿里嘎多古莱西马斯。对啊，忘本餐，这是我没有选择。没办法，只能忘一下呗。嗯，忘本就饿死了。没有选择，早在外面吃了再进来。嗯，不好吃，不好吃。感谢我明星加奈，感谢明星真，阿里干多。感谢你们这么吃饱水了，这。哎，不好吃。哎，不好吃。不好吃。什么都不好吃。哎，不好吃。哎，不好吃，不好吃，你还吃完了？蘸点蓝莓酱啊，蓝莓酱不蘸。主要是蓝莓酱不好吃。蓝莓酱也不好吃。哎，大火车。感谢麦芽糖老师，感谢麦芽老师，阿里嘎多克雷西马斯，阿里嘎多，嗨嗨，不好吃，苏马塞，苏马塞，感谢朱七青，感谢朱七青，感谢青青，你刚吃完饭，好吧好吧，踩雷了老铁，在哪里？在东迪呀，在东迪，不好吃不好吃，把小屁股抬一抬来，小屁股抬一抬，干嘛？你把我优雅的这个东西，我谁把它放我屁股底下的？不好吃。我们在那个日本啊，天天吃的那个东西的一个味儿。啊！那天我们晚上去吃饭，吃了一家那种烤肉，全是肉。他们这里吃烤肉只有肉，什么都没有，就给了这么一小碗冷面，嗯，然后一小碗沙拉，这全是肉。那天晚上吃肉真吃到崩溃了。然后我们昨天见了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们说，在日本就是你如果把东西剩下的话，就对不礼貌。感谢您，家人。就是说他东西不好吃，所以说就是你点多少就要吃多少，对不对？我接受不了啊，不好吃就是不好吃。烤肉不知道吃啥，嗯，比如说里面还有什么，比如说中国的烤肉里面就有那种炒饭啊，然后有菜啊，跟包的，嗯嗯，他就给了一小碗辣白菜，但他烤肉就只有烤肉，什么都没有，纯肉。我们在日本还有朋友吃，你没有。之前就是有一个那个认识的人，他老发朋友圈来日本留学了，然后老发朋友圈定位都是在日本，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在日本定居了，他说他在日本那个留学。还有人卖啊，不好吃，不吃一口吗？不吃，看着就不好吃。去搬砖了，加油，孟姜女老师！没办法，只能把它吃了。嗯，吃了呗。不吃，等一下又饿了。我们还要开始我们的特种兵行程了，看完花车，就搞笑。几点了？欧梦，晚了半个小时才想起来。怪谁的？抢先试试吧，没人，说不定能抢着呢。没有抢快速通，不过我觉得应该不用吧，
它没啥人了都，你看这最长的也就30分钟。说说每个，说说每个整点会给放快速冲出来，都是最长的就30分钟哎。最长也30分钟，不长什么长？不长了，能省一点是一点。那不长，不长。那应该是不用。对呀、啊，晚了半个小时了，不知道谁想那个叫什么，不知道谁想起来的，难吃要命，天真太难吃了。感谢 Grapes 老师，感谢啊，谢谢 Grapes 老师啊，感萨米达，感萨米达，感动的，哎呀，难吃，但是我花了钱。对啊，这是韩娱啊。冬迪好玩吗？我还没开始玩呢。微博是吧？你没有被邀请。我不知道，你搜一下吧。说是吧？中午好，中午好。感谢我们 Grapes 老师。谢谢我们 Grapes 老师。不是吗？你没有被邀请。안녕하세요。すみません。嗨。嗨嗨。真难吃，已经想数了。等等啊，等那个2点钟花车啊，带你们看看花车，聊会天。感谢不辛苦这两朵云老师，感谢不辛苦的康斯，阿里嘎多，阿里嘎多。すみません。感谢 Grapes 老师啊，感谢 Grapes 老师 ，Grapes 老师。我说了呀，如果我在那个路上，就是感谢。感谢挖坑把自己埋了，感谢挖坑把自己埋了，感谢啊，康萨米达，挖坑，康萨米达。我没戴眼珠子，我今天戴的是隐形，今天没戴眼珠子。我、哦、这几天老铁在那个日本，我这几天在日本这脖子有点不太舒服，说实话我跟你们说一声，这个是听说的 credit card 不知道，搜一下吧，看不懂，持有者是谁，是李图央，不是
不是不是，你们都猜错了，你们都猜错了，没有扭，没有扭，你们都猜错了，因为我在日本每天都要点头，认识的人点头，不认识的人也要点头，走到哪里？这个。对 ，OK。没有人，没有人懂吗？老铁，没有人懂吗？没有人懂吗？在那路上，在那路上走着走，是不是把它关掉了？就是。哦，是的。卡锁。好的，不好意思，我开一下我的信用卡，我被信用卡锁了。没有，你出国你总得带一张卡，是我以前的卡。我的弄卡，我的弄卡。Visa 卡。Visa。Visa。Visa。在国外没有卡，我跟你说真的很难。很多地方他都现金要不卡。对啊。现金不够你没办法。卡得很漂亮，那是我那个叫什么？我心机，我故意摆那个姿势的。哎呀。还是卡卡度，还是卡卡度，我们要不坐到外面去吧？坐到外面去，因为里面温度太高了。好，会卡。好，这个我们放放进去吧，不用买吧？不用买。可能是手机有点烫。出门了，出去。嗨嗨嗨嗨！这儿呢？好了一丢丢，因为我出门了，里面可能有点热，我想坐在哪儿呢？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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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在这里等吧，他们都在这里等着呢，还占着位置呢，老铁，我也在这占个位置，哪个位置比较好啊？还是。Come come。这里没人吧？对吧？哎，等等。好像这里没人，好像两点开始呢，已经很多人在这里占位子了。我给你看，我给你们看一下。哎，这过山车这么恐怖吗？这都可以听到，听到叫声音了。这是火山吧？我不知道，富士山吗？哦莫，对，花车的水里，这个是海洋迪士尼啊，这不是陆地迪士尼，它有，
东京有两个迪士尼，有一个海洋，一个陆地，所以它的花车是在水里的。我们不去陆地，因为太多地方都有陆地了，就懒得去了。赤都啊，给你们看看富士山啊，富吉。对，东京有两个迪士尼啊。嗯，海洋的项目要刺激些。今天是阴天啊，不知道。哦，这个热门项目叫等数，就这个吧，跳楼机。我要去玩跳楼机。我要去玩跳楼机，但阴天很爽啊。没有大太阳啊，特别是跳楼机。跳楼机怎么了？他们说跳楼机好玩，刺激。我要去跳楼机。我当然会去了，高度近视不能玩太刺激的项目，那个也不算很刺激吧？有这么夸张吗？很刺激吗？这个？我觉得跳楼机不是很刺激啊。他不能玩，我一个人玩。我不能玩是吧？那你玩那个摩托车也玩了呀，对吧？啊，这么夸张？东迪还有仔仔的一片天吗？我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看到史迪仔的。这边没有，不要到那边去。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看到史迪仔的。但是要到陆地。对。不带了，我们等会儿看完花车就应该就下了。因为等一下园区里面的网可能又不好，我们就拍个 vlog。 哦，那个就是那个很热门的项目啊。哪个？等七十分钟。对，我们这里是1:35，然后2点钟才有花车呢，还有半个小时呢。等一下，那个叫什么？等会搬砖去了。vlog 又是迪士尼和动物园吗？我没去动物园，谁告诉你我去动物园了？我也没去动物园。过山车啊，那是个哪个？就看着好好玩，小车，它小车只有那么短一个，小小车，是吧？东京铁塔看了吗？看了，我觉得东京铁塔好小哦，好迷你。东京铁塔小小的，山上的地方怎么样了？没什么，就是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有一点没有脱皮，反正涂了防晒呀，肯定涂了防晒，然后打个小底啊。
小听得懂日语吗？听不懂，只能听得懂一点点。不拍到后面的人吧，就这个样子。他在查攻略，他在查攻略。上野有一家鳗鱼饭好吃，晚上不播了，晚上发两张合照吧，找两张合照发一发。我特种兵呢，我明天还早起，不好意思，每天都要早起。明天准备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啊？我们明天准备去那个叫什么来着？镰仓，东京特种兵。发了那么多照片，我把它一起放在微博上当十八宫格。灌篮高手可以去拍谍道。OK OK。我哪有那么多照片呀？没见过的，我昨天发了那么多照片，我昨天起码发了有八张吧。哪那么多照片，我老天爷。挤一挤应该还有两张吧。是的，人都很贪心，老铁。一顿猛拍，我那天在富士山拍的我都发出来了，好吧，我给你们看的照片哪张没发出来啊？我老天爷，我哪存着，我哪有把它存着，我都发出来了。哦，合照，哪有合照？在富士山拍的呀。哦，路人给我们拍的。路人给我们拍的。加几张迷你的照片，我在哪里给你找迷你的照片？我在东京。监控截图，监控开了吗？我们迷你的监控我开了吗？没开，让米米的保姆发一点啊！米米的保姆行。这两天唯一给米米的保姆唯一发了一张，就是米米的那个伤口愈合得很好。这个呢？这个，OK。哦，这个被抢光了。什么东西被抢光了？这个项目的快速通。那下个那个呢？下个整点。什么东西噼里啪啦，我也不知道啊，
哪有噼里啪啦呀？我怎么没听到？哎，什么声音？视频其实也行，其实加这么多差不多了。东迪不是环球啊，后面有个实地的，我把它挡住啊。啊，是后面吗？我不知道。哪有的村委会开会啊？是什么？你们能听得懂吗？在加坡腻子的村委会啊。对啊，我看到了后面的头上戴了个实地仔，后面是吧？戴了实地仔小帽，看来我们实地仔在这个东迪也是有一席之地啊，在异国他乡很红的，也是有一席之地。小朋友头上也是仔仔，阿拉斯哦，阿拉斯哦，看到了两个实地，哎呀哎呀，阿姨，阿姨你。我跟你们讲实话，我一来东京就嗓子开始痛了，没有其他任何症状，就嗓子痛，就是还没好，一来东京嗓子就痛了。我这几天喝的水是我在阿里直播，在长沙直播一个星期喝水的总量。都比你也不敢吃，真的想数。 OK， 我已经把要玩的都给安排好了，真多。然后那个跳楼机你自己去玩吗？可以啊。其实我有点想去，感觉不是很刺激。知道啊，你那个摩托车都玩了，那跟我上两周一模一样，然后开始咳嗽发烧，有一点点咳嗽，但是我没有发烧，我没有任何症状，已经咳了好已经就是干了好几天了，就是干，然后干就是早上起来喉咙特别痛。哦，剪掉。あと15分でメディテレーニアンハーバーにおいてファンタジースプリングススペシャルグリーディングが始まります。魔法の泉が導く。ファンタジースプリングスへの新しい旅。さあ、ミッキーマウスやミニーマウスと一緒に素敵な物語の世界へ出かけましょう。ファンタジースプリングススペシャルグリーティングはあと15分で始まります。どうぞお楽しみに。どうぞ。Welcome everyone to Tokyo Disney Sea. To Tokyo Disney Sea. In 15 minutes here at Mediterranean Harbor.We will proudly present Fantasy Springs Special Greeting. Special Greeting. New adventures await at Fantasy Springs, where magical springs lead to a world of Disney fantasy. Join Mickey Mouse, Minnie Mouse, and their friends on an enchanting journey to a fairy tale world. That's Fantasy Springs Special Greeting, beginning in 15 minutes. Thank you.意思等一下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叫什么巡礼特别演出，15分钟之后开始。米老鼠还有个 Mickey 什么东西，米老鼠和米妮还有他的朋友们，等一下会给你们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一起打麻将，一起玩剧本杀，就是说对还是能翻译一下的，好吧，真搞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 very much. 对，唱歌就来，真堵真堵，真堵真堵，一起民粹了是什么？什么东迪来两个 gay？ 麻将的英文就是麻将。刚刚那段语音我其实有一段没说清楚，有一段是说有两个中国大网红来到了我们东迪，其实中国 gay 网红，对对。感觉非常荣幸，希望大家都能给他让步。
哎哎，本当に？哦，おも。我忘记我在日本了，我忘记了。哎呦，忘记了。哇塞，有烟喷出来。哎。わかりました。哎哎哎 ！I'm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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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厉害，到处都是。等一下，我们在那个路上堆垃圾，然后就说我们是 Korea。你知道吗？嗯，我们昨天就是听我们那个朋友说，日本没有公共垃圾桶。老铁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小区楼下都有一个那种大垃圾桶，你就是出门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垃圾带下楼，然后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日本没有公共垃圾桶，就是它是干什么？每周只有每周的某一天会有人上门收垃圾，然后说上门收垃圾，然后还要分类分得特别好，分类分得特别好，然后就是你那个瓶一个瓶子啊，老铁们，就是一个喝完矿泉水的瓶子，你要把上面的塑料纸撕掉，就是矿泉水外面那一层塑料纸撕掉，然后把塑料纸撕掉，然后把那个瓶盖拧下来，然后把瓶子洗一遍，冲干净，然后把它踩扁，瓶盖和瓶子要分开放，然后分得不好就会监控把你拆下来，然后扔给你，对，这样子会扔给你，后面就会罚你的款。对，如果你不这个样子垃圾分类的话，他会把你的垃圾扔回你的家门口，警告你，然后罚钱。对，就是扔垃圾而已。对。然后他们说每周还要给那个收，他意思收垃圾的人每个月给他1000多块钱。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星期三是上门收垃圾的时间，星期三早上6点钟你得起来把垃圾交给他，如果你没有交给他，你的垃圾就得在你的住的地方再放一周，你懂吗？就是如果你就星期三早上8点你没有把那个垃圾交给他，I can't understand. I can't understand. 对，平时垃圾就是放在家里。看看你，有没有看我新买的小眼镜？戴上之后就很纯欲。不知道哪里纯欲了。纯欲起来喽。我嘴巴发紫了吗？你好玩吗？还没玩呢，还没玩呢，没开始玩呢，刚吃完饭。我不带，我本来就很纯欲的。纯欲猪。唇膏呢？带了吗？
给我涂一点。哇，给你买西的。找了个好，找了个好位置。哎，我站哪都无所谓，没有人可以挡住。确实。只有我们挡住别人的份，没有别人挡住我们的份。真的。还有八分钟开始，我先占个位子嘛。哎呀，主要是不能露出比。屁股都坐热了，后面人还挺多的。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但是我发现这边好像没什么演出哦。什么演出？就那种剧场吧，想看那种演出。啊，错了，好了，错了，错了。说实话，东帝，东帝，东帝。怎么还不开始啊？下暴雨了。我来的是海洋迪士尼。我说的不去上帝。阴天，外套最好看，真的哦，真的好看，是的。刚才有个外国人问，又开始了。刚才有个外国人问我。真的，刚刚有个外国人，他说 Nice to meet you， 我说 Nice to meet you too， 他说 How are you？ 我说 I'm fine， Thank you。他说 Oh， your clothes is amazing。我说 Really， Really？ 他说 Yes。I wonder， I love it， I love it。Can you tell me where can I buy it? 我说哦 ，It's a Chinese shop, Chinese store. The name is Okidaki. Yes, you can search for it. So cute.什么硬广不信啊？Mickey Mouse and Minnie Mouse. 我倒是看个水上的花车会的，哎，有一只鸭子，嗨。看到了吗？我老天爷，这么多人围着，你也敢往中间游啊？这么多人围着，你也敢往中间游啊？没看到吗？在这儿呢。这是哪个姐妹啊？我老天爷，一人。哎，对面人比这边多哎。哎，他们正面是最佳视角吗？哪边是正面啊？那边是正面啊。I don't know。我们这里有个这个柱子挡着。游到哪里去了？游到正中间去了。他一会儿就是参加演出，唐老鸭变。嗯，那呗。
这边是正面，好多人，好多人，我老天爷子！我们这还是占了个好位置嘞，个子矮的这里都占不了，是不是？又是草莓老师了，天哪！跑到日本来了，对呀、啊。哎，57了，老爸。你不说那个最好玩的要排吗？就只抢一个快速通就好了不？哦，灰机哎。哦，某某。他们说快速通不用抢，直接领就可以了。以前领到了，领的，不用抢是吧？这两个是我抢的，免费的吗？对，免费的，快速通是免费的。上海迪士尼，你在吗？快速通是免费的哦。丹沙40周年庆祝。上海迪士尼在吗？我整点可以抢免费的哦。这抢了不能用啊！抢了不能用，为啥呀？就时间不行，赶不上。哎呀，抢到晚上6:30钟的，算了，不好意思，上帝，是我错过了你，错怪了你，抢到晚上6:30的，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是我错怪了你，是我，都是我的错，让我这样做。放一首凤凰传奇的歌吧，给大家，给日本人带来一下我们中国力量 ，Chinese power。对啊，好消息抢到了。坏消息，比排队还晚。上烟花去玩，也可以啊。到几点？还有一分钟啊，老铁，还有一分钟开始了。玩不了。啊。还有一分钟。你是放点嗨歌，我感觉我，哦，我去。就是船飞出来了。哎呦，弹幕只挡住了，不好意思。往我们这边开呀！往我们这边开。他应该会还一圈，他过来再拍吧，你看我可以跟着他。艾莎，艾莎和艾娜。哦，他们这还有那个小飞侠，彼得潘，长发公主叫什么？尤金。嗨 ，Hello， 摩西摩西。好漂亮哦！漂亮啊！
我限流了，限流了。退出重进啊，退出重进。把他们每个人的流量是差一点。好神奇哦，动作式的转啊，迪士尼的风格，结果是日语日漫配音安娜。退出重进啊，退出重进，我也听不懂。稀稀拉拉的整个老天爷听不懂，阿达玛达西听不懂。次は何をしたらいい？それが楽しいじゃないか。また新しい夢を探すんだ。いつも憧れてた。哦，日语版的。Everything is perfect. 霧が晴れたように、やっと見つけた私のいる場所。你们有看过的人吗？就这一个船吗？没有别的了吗？对，四条船是不行吗？就一条船，为什么不搞四条船？又换人了。哎，又来一个船，唐老鸭来了，唐老鸭来了，日本米老鼠。大白天的放什么烟花？看不清。他们坐小船，就他们坐游轮是吧？阿拉登神丁，阿拉登神丁。
打招呼啊。拜拜！就这呀，我不如去那个叫什么藏迪呢，老铁。一奔奔，不知道玩了。限流了，限流了。算了，还是拍点 vlog 吧。拜拜。还以为是尼卡，不是尼卡啊。在这里站一会儿。Thank you. 哈哈，咋了了？感谢小龙玉玉，感谢倾我所有，感谢甜甜虾米，感谢小年糕，感谢祝，感谢高高镇。